先生，是我是我，你要的烧鸡喝酒全有了。这清酒刚从三河货站买的，地道的日本货。放桌上去吧。没你事了。哎哎。为了消除民众的疑虑，我们日满联合特别刑事调查组的专家们不辞劳苦，昼夜忙碌，终于得出了符合事实的科学结论。下面呢，就有请我们专家组的张组长为大家宣布鉴定结果，大家欢迎。为了对死者负责，对全体市民负责，对新国家负责，我们日满两国专家联手，昼夜奋战啊！通过肖伯红家现场留下的痕迹，特别是凶手留下的纸条，与以往龙大侠作案留下的字条对得看见。经过专家们一丝不苟的鉴定，凶手留下的纸条啊，确实出自于龙大侠之手。各位协和会的，咱们回去准备准备，上街请愿去，呼吁我们的政府尽快的捉拿龙大侠，为民除害。诸位，诸位请放心，我们宪兵队和警局会共同发布通缉令，悬赏缉拿龙大侠。给市民一个交代。才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老天有眼呐、啊！到底把这家伙抓住了。哎，谁曾想啊，当年那么个杀富济贫的好汉，如今杀人不眨眼。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，你别听风就是雨啊！谁听风就是雨了？这事儿不明摆着吗？总不能平白无故杀人吧？那你得分杀谁？龙大侠杀的都是汉奸。那叫为民除害，你懂不懂啊？那萧伯红也是汉奸呀、啊！那再说了，他们家那么点的孩子，那也是汉奸呀、啊。抓住龙大侠的消息像炸弹一样轰动了全市，人们都在争相议论，有的怀疑，有的可惜，有的骂街，有的庆幸。单忠祥始终弄不明白，到底是谁以龙大侠的名义到处作恶？他这么败坏龙大侠的名声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刘化勇不在了，单忠祥连个倾诉和商量的人都没有，心里乱极了。哎，想什么呢？还想推车上楼啊？卷不动，奶奶牙不行。妈，回来了。今儿咋样？我没事儿。仲祥，你劝劝梅花，别跟那些人一般见识。这一天了，
他在楼下，谁说跟谁急？好人呐、啊，坏人呐、啊，好人坏人这天人都看着呢，讲这个干啥？啊，你哄哄他，你别惹他生气。好，听妮子的。啊，妈，我知道了。知道吃啊！今天可把我给气着了。你等着，我给你淘米去。没错，别生气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抓那大侠呀是假冒的。你咋知道？不跟你说了吗？真龙大侠是不会滥杀无辜的。你看这龙大侠干的事儿，什么杀老人呐、啊，杀小孩啊，多残忍呐、啊，是吧？这不明摆的是假的吗？他们就想坏真龙大侠的名声。你咋也这么势利啊？那是把人抓着了，那日本人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身上了，这你也信？你今天不舒服，饭你自己做。游街，将三井大夫游街示众，这样可以激起民愤，让他们更加的痛恨一号案。不过，这一次不要让他下车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嗨。组长，有该的马上过来了。有什么该啊？就是那杀人魔王，那龙大侠，打计程拉着，满该走呢。你们在这顶着，行，干。没想到这小子无恶不作，死有余辜。什么好人坏人的？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，不许嚷！你是他老婆呀你？说什么？死有余辜！你们得说什么？互相打起来了，这是好事儿，说明已经开始有人痛恨一号案犯了，这正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。法院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刚刚打来电话，为了配合我们这次行动，他们专门组织了临时法庭，说是要按照您说的时间，礼拜天公审一号案犯。你亲自去趟协和会，叫协和会组织市民抽签参加旁听。那报馆的人需要通知他们参加吗？要，一家都不要落下。凭民愤的手段，为的就是激起民愤。回来了，单叔。哎，单叔。啊。你啥时候发薪水呀？干啥呀？我们组长捅我干什么？组长借的钱。哦，那个美华跟你们借钱了是吧？啊，你，是，我说，不着急还啊，真不着急还啊，不着急还。知道了，我回头还你啊！哎呀，真不着急还，不着急还啊！
唐正一借钱了是吧？听谁说的？说好了吗？这样。以后家里用钱你跟我说。咱家这个月钱也够用了呀，你跟妈换季的衣服下个月去做，我这有工作服也用不着。我买了一张旁听券。什么旁听券？星期天要供沈荣大侠，组织大伙抽签去旁听，我没抽到，听协和会的人说可以买，我就突然买了一张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那龙大侠是假的呀，假的！你花钱买那玩意儿干啥呀？你说一个假的，你要听啥？有啥可听的？我跟你说，你以后少往这破事儿里面掺和。破事儿？啥是破事儿啊？那要人人都像你这样，这种日子就没个头了。我不管有没有头，你把票给我退了去。你花这种钱，我一分钱都不给你花。你那小店样呢？啊！你还不替我还了？单仲祥，你拍拍胸脯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郝美华自打嫁到你们家这天起，你在我身上花过一分钱吗？我就这一回，我花钱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还必须到法院去旁听。我去定了，我就不信了，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龙大侠说话。什么龙大侠？那王八蛋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恨他恨得牙根都痒痒，我巴不得一刀一刀把他拉了。你敢骂龙大侠？我不允许任何人糟践他。这出戏到底是谁编的呀？我媳妇这都蒙成这样。哎呀，媳妇儿，我的意思啊是说，现在这个龙大侠他是假的，他不是李逵，他是李鬼，知道吗？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帮龙大侠。你不是说那真龙大侠会在报纸上说话吗？那怎么连影都没有啊？口口声声说这龙大侠是假的，那你去把真的叫出来啊！钟霞，你跟美华在屋里头吵吵啥呢？没有妈，那个美华让我帮她找个人。找人？找谁呀？找那个龙大侠。你去啊！你要有本事，你就把这龙大侠给我找出来。性命的事，为什么一再发生？现在就终止你那所谓的姜太公钓鱼计划。司令官，万万不可以这样。一号案犯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，恰恰说明他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圈套。他如此急切地想洗清自己，证明他是一个荣誉感极强的人。这种人会为了一号案犯的名誉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手。这正是我们抓住他的好机会。
我坚信，他一定会找三井大夫来算账。这正是我计划的目的。下一步，你还想做什么？我已经安排人用假的字条把他留在现场的字条换掉，并且要警察署的那些老专家们去鉴定，通过他们的嘴向外发布消息，说此案为假冒者所为。另外，我还安排了三井大夫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，规劝大家不要效仿他，以免追悔莫及。还有吗？我把原定在法院进行的公审改为公审大会，场地改在广场上。我安排三井大夫继续以一号案犯进行认罪，引起市民的愤恨。只有这种愤恨越强烈，一号案犯跳出来洗清自己的可能性才会越大。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抓住他。把罪犯带上来。承认以上的犯罪事实。我承认法官刚才列举的所有犯罪事实。你还想对法庭做最后的陈述吗？被告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？如果没说的，就下去等着判决。我有话说，我有话说，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杀死的人，更对不起被我杀死那些人的亲人啊！我给你们下跪，给你们磕头。大法官饶命啊！啊，大法官饶命啊！龙大侠，还没有骨气啊！啊，这姑娘给我拉！快点吧，快点吧，别乱了！别乱！哎，让开！你知道吧？刚才您找的那个就是龙大侠的妹妹。你来看公审他哥哥呀？哎，不是那个龙大侠，就是之前被枪毙那个小学校长那个龙大侠的妹妹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快给报社送稿吧！好，好，快走。这人都晕倒了，咋还不让回家呢？我跟我师傅去警署，他们说我姐喊那个反满的抗日口号。你说，哎呦，你说美华呀，她怎么这么缺心眼儿啊？其实也不算反满抗日。刘婶啊，那我们家美华到底说啥了？那个龙大侠一哭，美华就受不了了，他就喊了一句：“说龙大侠，你太没骨气了。”就喊了这么一句，一下就背过去了。对，就喊这么一下。仲祥啊，你倒说话呀！想法子把你媳妇给整回来呀！孩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海哥，嗨。单忠祥一时愣住了，他好像觉得有人跟他说过，煤上方有个大黑痣的人，但一
时又想不起来。报告。停。组长。站住。来，坐坐坐。哎，通知伙房加份早点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哎，没事。别客气，来坐坐坐坐。来坐坐坐。单师傅，这么一大早来找我。接警察署。八个。我的早餐为什么送来的这么晚？鸡蛋还煎得这么老。实在对不起，是长官来了客人，所以要两份，时间就耽搁了。还不赶快去告诉伙房，乘坐。嗨。嗨。别靠。当初杀害你姐姐的还有另外一个日本人，他是特高科的一个中国通，叫王金山。他的门上面有个大黑痣，说中国话的时候有点结巴。单忠祥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日本军官就是昨天在会场上哭着认罪的龙大侠。豁然间，他明白了一切。现在他要看清这个龙大侠住在哪间屋子里。你可以走了。哎。单忠祥非常幸运的是，他没花什么力气就找到这栋建筑的设计师。按照这个犹太设计师的指点，让他去市政建设档案馆里拿到这栋建筑的设计图纸。
了地下管道的线路。虽然管道临时堵上了，单忠祥还是要想办法穿过去。发现的。宪兵队不是已经安排了暗哨吗？为什么还会打草惊蛇？是军犬，因为三井大虎太监过来以后，按照您的命令，一直按照甲等警戒条例执行。这个院子是俄国东边道银行，你马上到市政府去查，设计师是谁？查清楚他还在不在室内。要是在的话，连夜给我带回来。Извините, здесь уже нет никого. Все уехали на поезде сегодня. Он говорит, что? Покажи. Он говорит, что это у жил на этой еврейской женщине. Сегодня я возьму поезд, поеду домой.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？报告，来过的人都登过记，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。你把登记本给我看一下。是。Thank you.
事实的确如此。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他是一号案犯？也许是小偷呢？从现场遗留下来的工具袋中发现，他留有纸条，通过比对，可以确定这是一号案犯留下的。可惜呀、啊，既然知道有这种可能，为什么事先不关照一下哨兵呢？虽然知道他要动手，但是没有想到他贼胆包天，竟然敢闯到宪兵队里来。你认为他还会冒头吗？从一号案犯的性格上来分析，这个人很执着，他不会就此罢手，一定还会再来的。为了麻痹他，我故意放出风去，说我们宪兵队来了贼，并对市面上有盗窃前科的人进行了抓捕，以此来麻痹和稳住他，让他认为我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和三井大夫以及一号案犯联系起来。下面的戏你打算还怎么演？上次三井大夫在功臣大会上表现得非常好，他痛哭流涕的认罪，让在场所有的人都信以为真。有些人听了以后，竟然气得都晕了过去。我想对外宣布，由于他的真心认罪，得到了皇上的御批，免于死刑，改判无期。我想再组织一次让三井大夫在公开场合谢恩的机会，并且在会场上故意留下有漏洞的地方。再说详细点啊，随后我会给您送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。你是我见过的送报告最多的宪兵队长。既然一号案交给你全权处理了，你自己设计吧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，这次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嗨。这次行动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大家都来看一下，这个呢是东港尼古拉小学附近详细的平面图。我们这次龙大侠叩谢皇恩，呼吁市民各界日满亲善的恳谈会，就设在尼古拉小学的操场上。这次恳谈会呢，我们会在全市的市民当中大张旗鼓宣传，所有的市民都可以自由的免票参加，不分区划、年龄、性别、职业、民族的限制。全市的各家报纸以及外国新闻机构的记者都会来参加，我们保证新闻自由。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诸位，如果这一次真的龙大侠没有出现，那么将是一次日满亲善、大东亚共荣的盛大活动。但是如果这一次真的把他调出来，没有抓到他，让他跑掉了，那我们大日本皇军将会在所有人面前颜面扫尽。我这里有司令官签署的命令，哪个部门造成这次行动的失败，追究部门长的责任，严惩不贷，绝不姑息。郝美华从公审大会回来那天彻底崩溃了，他心目中的英雄龙大侠竟然是这样一个没骨气的人，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盼头？下面我来说一下整个计划。整个计划分五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特勤班一小队，你们负责押解以及会场的表面警戒任务。等我们的人来到会场下车，后场一
以及中途假装去厕所解手的时候撤走表面人员，故意造成会场警备疏失的假象，让我们的对手认为这是我们的疏漏，引诱他趁机下手。嘿，特勤班二小队，你们先事先挑选一部分人，在上述那三个点，下车点、主席台后面以及厕所，距离3到50米之间，安排暗哨守株待兔。短枪不够的话，到军械库去领。但是必须要验枪，实弹射击2次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嗨。第二部分，宪兵队、警察署便衣队，你们全部混在市民当中，在会议期间监视所有可疑的人员，如果真的龙大侠没有在上述那三个点动手的话，他极有可能会在市民当中进行近距离行刺。如果他一旦动手让他跑掉，那就是你们的责任。嗨，我要特别提醒你们一下，好好的给我做好伪装，不要让任何人识破你们真实的身份。我当天呢会在主席台上看，如果被我认出你们当中是谁的话，拿你们队长试问。嗨。第三部分，巡逻队。尼古拉小学一共有5个出口，你们23辆摩托车在会议开始后5分钟到位，全面封锁这5个路口。在我没有宣布散会之前，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离开。嗨。你们的摩托车不许熄火，如果一旦龙大侠行刺逃走，立刻追击。我不要求留活口，抓捕不成当场击毙。嗨。所有的摩托车都要加满油，这部分用油不占你们用油的指标。感谢杜宾少佐。第四部分，宪兵警备队，你们全体出动，从尼古拉小学会场向外延伸4条街道，也就是玉台街路口、鸿运街路口、新基街路口、大河街路口、德祥街路口、东边道路口、龙江路口、西山街路口、广河街路口，这9个路口以及21条胡同实行全面警戒。会场方向许进不许出，你们在会议开始以后15分钟到位，没有我的手谕，不允许放走一个人。嘿。第五部分，宪兵本部警戒班。会场的四周呢有5座楼房，除了东北角那座是4层楼的外，其余的4座都是3层楼。所有的住户从当日凌晨起一律不得外出，所有朝向会场的窗户一律不得开启，每座楼房的房顶上都要安排人警戒，开会当日凌晨5点你们到位，带军犬，并对会场进行检查。嗨。除此部分相关事项，于开会前一天晚上由警察局的人通知所有的住户，以上各部分计划一律不得向满洲人透露。好消息，后边后边，快后边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龙大侠悔过，康德皇帝御批死刑改无期啊。日满亲善恳谈会明天在东港尼古拉小学操场举行，一律免票，欢迎各位市民自愿参加。现场有龙大侠现身说法，会后有请举行举演唱。皇军为表示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的诚意，散场时不论男女老幼，论人头每人发放半斤棒子面。哎，听见了吗？明天你也去啊？每人半斤棒子面呢？哪有个功夫？明天还得上班呢。上个月不是排班，你明儿不歇吗？你看你这脑子，记错了吧？我是下个星期歇班吗？你不是你老点香干什么呀？
你没闻到有股腐臭味儿啊？是不是哪儿死耗子来了？熏的！就你鼻子好使。 三姐，我预感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一号案犯，快快出现吧，我等的都不耐烦了。你觉得我们这个计划？ 是的门派，英雄的时代。命运只剩世外，将我主宰。可是有种倔强，我不会更改。是我隐藏，刻骨铭心的爱，我如此爱你。 说你爱我，你将前来，一生一世的爱，一刀子的快，这里有我封尘。 将我主宰，可是有种倔强，我不会更改，是我隐藏，刻骨铭心的爱，我如此爱你。 刀子的快，这里有我。